我依家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，马上准备出发去海口，到布奥参加2023年布奥亚洲论坛年会。今次中国将新冠病毒感染降为乙类乙管之后，论坛首次回归线下举办，预计规模会同2019年持平。用身份证登记之后，佢会俾一个乘车卡作为坐车嘅凭证。呢个系啱我哋喺注册中心嗰度领翻嚟嘅媒体包，一个好简约嘅双肩背包。大家有冇留意到呢？其实今年个媒体包呢系好轻便，用可再生材料嚟做嘅，符合我哋会议环保嘅概念。今年呢个媒体包好轻，同埋依家我感手感睇上去应该系冇口罩同埋消杀用品嘅，真系冇口罩冇消杀用品嘅，所以今年我哋可以零距离交流啦。这个包呢入边其实是有分层的，咁到时我就可以将我的电脑放在入边，必备的设备当然不少得媒体手册、相机、录音笔，还有因为是国际会议，所以翻译机都是必备的。最重要的是我们大文集团的 logo 啦。